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资讯工程所的硕一生啊，要升硕二，我是肖明峰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各位展示的呢，是我制作出来的音乐互动系统，让银发族呢，可以在长照的过程当中呢，用身体去产生一些音乐互动的方式，让自己的身体智能增加。那首先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可以用左右手去跟我们的系统做互动，可以去切换曲目。像这样子，哎，好，有没有看到上方的曲目在改变当中？那接着呢，我们选好曲目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双手合十，就会进入演奏模式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抬起我们的左右脚，看是要先抬左脚或是右脚都可以。那我们就开始抬脚，在踩下去的时候呢，会弹奏出音乐。接着呢，要换另外一只脚，这样反复进行。有一种在用脚弹钢琴的感觉。那这时候呢，我有加入一个新的功能呢，就是只要长辈们呢把手伸直，就可以有延音的效果，让每一个音符的声音呢，可以不要一抬脚就中断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放下的时候呢，所有声音就会被切掉。最后把脚抬起来，完成这一次的演奏。好，以上呢是我的展示，谢谢大家。